上山打老虎，同穿一条裤，同甘不共苦。哎，这有意思了，有意思了。但是同甘不共苦，今天呢，邀请到的这一组人马是不得了的人物了。哎，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内非常的红啊。哎，什么国内而已、啊、哎呀，红遍这个港台啊。哎，是不是，也不止港台、啊、红遍大陆、啊、东南亚、哎、东南亚、嗯、中国大陆等等。哎，可以说他们所到之处都是万人争相。哎呦，哎，这种人会上我们的节目，这开玩笑，那真是我们的节目的荣幸嘛、哎、这是什么话啊？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、哎、大哥的意思，那您的意思我们还是拜托人家求半天呢？我看也是这样，这叫风云际会，相得益彰。哎、哦、大节目才容得了大和尚。不是、啊、问题是他们来录影，他看不起我们，他还迟到了。你看看、啊、他们是这样，我们当然吃亏，他们是打群架嘛、哎、他们是团体，不是一个歌星。听说他们默契很好、哎、默契很好，而且三个在国内很受年轻朋友的欢迎。三个人而已、啊、哎，所以我们三个也是打群架、哎、但是他们武功了得，那我们武功就不行了、哎、所以我们必须要请他们来上节目。对对对，先见面大家再来商量好吗？好，我们欢迎草蜢队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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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看谁？哎呦，小贾，哎呦，哎呦，好，这是第一轮是献花，可是现在第二轮发现一阵骚动之后，飞哥也有人献花，就我跟小台没有，没有，可能是献错，那个女孩子跑上来了，其实我等了。真的，让我把这束花献给我心目中最心爱的老虎队。你是老虎队啊？来，分别问候一下。雷，我好久没有来，不习惯。哎，你要说幸福吗？大家都回答你，幸福吗？看到没有？哎，你们香港来的搞不清楚的人，幸福吗？他摸一摸头，他的意思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别这样子，看看今天访问有没有这样。我们是时时刻刻在进步的。哎，下一次你来，只要叫一声干妈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干爹的怎么办？干爹他们也会回答。干爹。看着我。你们这些人还喂？而且都是女生的声音。胡子都长出来了。来，我们这边是哎什么？阿志，阿伟，阿志，大家好，我是蔡一智。来，阿伟呢？大家好啊，我是苏志威。要讲一句话，他们有反应的吗？讲一句话有反应。哎，有没有美女啊？哦，这句就堵了。哎，有没有美女？就现场都没有美女噻。他们三个听说默契很好，哎，从小一块长大，嗯啊，所以说心灵可以说是契合得很好。对，今天上我们这个单元呢、啊，我们可以试一试他们三个人到底好在哪里。对，同甘不共苦。哎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都不太一样哦，就是完全考他们三个人的默契。默契。哎，所以我们这边的椅子也没有准备了，哎、对不对、哎？就直接接受考验，要处罚就三个一起干掉，这样子。哎，如果要处罚，三个人一起处罚。对，对不对？连坐法。连坐法、哎、是不是？哎，今天我们现在就开始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开始，好不好？请飞哥来发问啊！哎，不是我发问啊，我怎么发？我今天他们三个人，我是在这边负责这个大转盘，人间轮盘、哎。哦，这样子。哎，今天飞哥一改形象，哎，准备惩罚他们三个。那当然，你是蛮恨他们的。我每次看你们惩罚，我都觉得很过瘾啊！哎，好，你们三位呢，请就坐。好，九位了。飞哥也请就坐。哎，今天换我跟小台喝花开修理起来。好，请问你们三个人谁最帅？好，赶快！对，不管了，就自己写自己的，不要看不对方。我们现在当监视。我很大方啊。等一下，你的盖起来。好，不能看。嗯，好了，翻开了。苏志威，你呢？阿杰、啊、最帅，那你呢？我可不可以改呀、啊？阿杰，哎呦，只有他这个人，来，请起立，非常伟大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
这两个人要处罚一下。我说真话嘛。好，我们今天看看，还要从最轻微的开始。好，五比三明治，好吧？五比三明治。你还没吃饭，我吃饱了，你吃。哎，我给我吃一吃。哎，我也要。哎，你们两个对，这是辣椒酱，这是芥末。哎，没有关系，只是口味比较重一点的三明治而已。有没有人肚子饿？预备起，吃。大口一点，大口啦！那我们来准备可乐，好不好？你看看这个，他自己写自己很帅的啊，两个人都说自己帅了啊。五比三明治啊，里面是很辣的啊，所以就好了。好，第二题，你把整块都吃下去了，好笨啊！可乐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我没讲，只要咬一口就好了。我听说这个梅艳芳小姐啊，这个做人啊，听说蛮凶悍的。那你们三个人当中，谁被她整得最惨？好，自己写。哎，谁被她罚的最多？哎，最惨。到底是谁？记好了。好，第一块板子打开。好，来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是我了，蔡一杰，我承认了啊，但是这个人很奇怪，不是你，对，那还有两个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说出哪一个，那就是没有什么默契了。我说一下，先生，该你被罚了啊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第三个，这个叫做吸星大法。飞哥，怎么我们连盘子转都不转就直接处罚了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样是不是？啊，还要转一下盘子。那个好。怎么转都是这样。这个你的，这个要用推出来。我帮他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帮他。哎呦，不错。你们帮我数一二三，好不好？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全场都唱出了功力声。哎，好，三位再请坐。为什么你会被梅艳芳小姐处罚最多呢？因为我体力比较多啊，所以体力比较皮啊，比较皮。一有时间他就。没有人知道他做什么，就是怎样跑来跑去，有时间能不能弄弄人？而且你们示范一下好吧，示范一下你平常那个没有事的时候啊，是怎么皮法，好吧？我们坐在这里，他就皮了。好，开始皮，跳舞了。哎呦，就这样可以了。梅艳芳就，哎呀，回去了，不要乱来了。梅艳芳怎样子啊？对啊，梅艳芳就打他屁股，哎呀，不要乱来啊，回去。乱说，乱讲话。我乱讲话，讲什么样的话呢？好像，梅艳芳啊，你太胖了。还没有别的，就打他一个耳光，就后面就耳巴子一耳光过来。有没有讲梅艳芳越来越丑了？有没有讲过这种话？有啊。难怪被整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继续，谁最小气？互相不要偷看啊！好，好，看到了，打开板子。这个阿威说是阿杰最小气，阿杰呢？没有，三个人都没有小气的。看看他，你说自己最小气啊？说他自己最小气啊？哦，真的吗？这个要表扬一下呀。没有，这世界上用这是有些人是这样，他是一看他这样做就是对的。他就哎，还得到奖励了。对，他第二次就很可能会讲假话。对呀，对不对？我想有道理啊，这有道理。因为我常常不会带
一个银包出去吗？钱包，钱包很大，都是他们给的吗？他都连钱包都不带，他当然你说小气，哎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来我来，我还输，我不小气。一二上，这一次比较惨了，哎，这一次我们要惨一点，这次我们就转盘，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了，有没有？我不会录的，我不小气的。啤酒，飞鸽食品啊。啤酒呢？我们用两茶匙，好吧？两茶匙这里，那个加上少许的出手番茄盅啊，番茄汁这个，这是没问题。我们打高尔夫球时常常对，啤酒有加番茄汁，啤酒加番茄汁很营养的，哎。嗯，后面是比较可怕一点的，嗯，好。加一点醋，哎呀，不要太重啊！好，我做出来的东西绝对很好喝，我不会这么瞎整的，你知道吗？啤酒，冰块，飞哥刚上了厕所没洗手，没抓住。这个时候呢，再加一点酱油，这个会出一种很好吃的这个味道，不是乱搞的。怎么外面还有一只苍蝇？再加一点胡椒粉，一点点，只能一点点，以不伤害到这个歌星的声音跟味，哎，有标准。好，一点点，没有这个就不能吃，一点味道会看起来很恐怖嘛。好，乌比鸡尾酒，摇一摇，使用前摇一摇。结果一摇，我摇的满手都是。飞哥的技术好像蛮差的，还可以开西餐厅，啊。嗯，很香的味道，哎，好香，好香。现在调好了，请干杯。夏天消暑解渴。奇怪的味道，你忘记了？忘记了。我帮你，我来，我帮你。哎，奇怪，这轮子是卡到了。哎，五米七分球。恭喜！请干杯。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还好喝。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味道真好！哎呀，请干杯。哦，不得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味道，我喝一口，真的好味道。你拿钱。真的不错啊！哎，我会你看。我们熟了，你也尝过了。哎，真的不能开玩笑，真的试试看。试试看。干杯。哎，真的不错。哎，真的不错。哇塞，所以是开餐厅的。开玩笑，哎，是不是开玩笑？那你找一个观众朋友上来试试看，来，我要上来试试看，找个来，试试看，飞哥亲自调的乌比鸡尾酒有没有？还好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厕所在哪里？还不错，哎，真的不错，拿走了可以，拿上去，好，给他们鼓励，谢谢。好，算你们运气好，一杯有这七八个人帮你们喝啊。现在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了，请问三个人里面呢，啊，谁最常忘记舞步，谁失误的最多啊？我们要看一下，信号没有？哦，苏志威，哎，我自己，阿杰，哦，你说阿威。那你说阿杰，对，那阿杰说他自己，那最严重的就是你自己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说阿威呢？他是平常真的，平常他是真的半途比较多。啊，那那一次是你比较严重一点的，刚刚被抓到。啊，还好他指的是我自己，所以今天就不处罚了，好不好？鼓励。哎，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